现在只是要完成任务，我们想说快点结束，要不然我们知道吧？哎，哦，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就开始了，然后今天课程结束了，然后他们今天是 office 而已啊。这样好吗？他刚绑也很难绑，你要怎么绕过他的？不是吗？我刚刚去过你们家戏班，那么好，器材都写上去了呢。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瞄一下。所以我们家是为什么我们家要做一个、啊？很 care。现在是结束，我们再继续找。有闻到吗？我的名字叫高一雄。可是我对不起他们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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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高一雄吗？对啊。哦。啊，小六，你猜得出你是什么吗？他讲了，你猜得出你的是什么吗？你猜得出你的是什么？他口牌上面写那个没？你猜得出来吗？猜看看。下一个本名还是用谁？他谁？他谁？嗯，我不知道，你猜看看嘛。建伟。你猜看看呢？你觉得？你觉得我们哪一个比较熟？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觉得我们会用哪一个？不可能是韩建伟。太恶心了！这样太恶心了。你觉得我们用哪一个？你觉得我们会捡哪一个队员比较好？双手抱。难。为什么你把弟弟摆在最后一个、啊？好热哦、喔，高一好热哦、喔。看我帮我拿相机，然后帮我们拍照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高一是我的神仙，会不会像高一燃烧？别用太多啊，浪费我们家胶带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刚想的是这个点。胶带虽然很多，可是没那么多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你忘了那个最后一招吗？你跟他、啊。不是最后一招，那一招要回眸一笑。韩寒要回眸，不是韩寒。那个悄悄阿乔萱萱要回眸一笑那招，什么叫回眸一笑？算了算了，算了啊，不要吗？他现在脑袋想包那边，然后在那边讲。好，等一下再拍他们最后一张回眸一笑，帮我们拍。你想怎么样姿势？阿迪啊，我没有，他没有经验的哦，他是个雏鸟，他还是个雏，快把他握住。没有记忆。不如我等一下手机响了。对啊，这样会联动很多人。你，我不去拿。哎，对，顺便讲一下，那个就是，反正我们跟你们家的人还是很熟。啊，回去发现胶带脱落了，他们会跟我们讲。对，可是他们。可是我们要到下一个。可是他们家已经。我跟你们说，跟你们说，现在家里有谁？沒他们都回家了。我刚刚询问过，他们说都回家了。太早。那不然你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来救你，看我被理你。好了，完了，他们是麦当劳。哎，我手机借你们。是麦当劳。完了。我手机借你们，看联络到。国龙。好。你怎么睡着了？我在睡觉。等一下，回去见他们，回去见他们，借他们一只。找不到，妈的！借你们一只，看你们可以找到谁。啊，你都有联络过，今天都打过。他睡着，给他挖起来没？我们先杀到奇数，杀到是哪里啊？在楼上而已。我们现在杀到奇数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有事吗？你家里？我觉得让我们家下面那栋屋太糟糕了，我觉得应该先打给他们家。对，在路上看到我们可能报警。你确定不是有人叫我来抓鬼吗？临近有鸡蛋，尤其是麦当劳。啊，不管都打啦。好凉哦。好热哦，高一。打啦。香香，开个电风扇吧，我有点热。哦。我现在热起来了。小心啊。热起来。不能开，不要关里面。啊，丢里面东西！关里面东西。糟糕啊。哎、欸，那个还在学校、喔，关个电风扇啊！香香关一下。对面，那可以来主管室。香香关一下，香香。香香。等我一下。来，学长讲。林庆啊。我看可以，我跟你说哦，就是你可不可以在你们家戏班，就是哦，我刚刚跟你们家学弟他稍微玩一下。对，之后我希望你到戏班之后，他们回去找你，好不好？之后你看到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再打给我。我们要下楼梯了。我回去戏班。对，回去戏班。还是他们校门口之类也可以随便找个点就好。下班了，戏班就好了。回戏班下楼梯。搭电梯啊。对。我没有看过不懂全懂的。电梯有到，可以吗？麻烦你好不好？你就随便一个点啊，不用麻烦林庆、啊。让他们自己约，让他们自己。你知道他们自己约，反正我们看到只要看到林庆说 OK 就好。我刚刚看我回去，我靠！
你最恐怖。你最，你是男人呐、啊！你让他们自己约啊！哎、欸，你让他们自己约一点。哎、欸，你跟我不管。现在只要你打给我说 OK， 好不好？可以啊。你只要打给我们说 OK 就好。好，学弟去找你之后，我要看到他们都维持原状、哦，在对面。哎、欸，不一样啊！哎、欸，重点是我们多一个人啊。可以吗？那、啊、你们不是还要回来吗？啊，记得11:30之前哦。那不然我们都会回去咯。就是我要他们去看快11:00，然后你走路去看一下。他们怎样的状况，你打算给我，可以吗？不是，就是他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讲，谁？8:00。因为他现在要张队队来。OK OK。可以吗？哦，好啊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打给阿妈。林庆，等一下，林庆，就是你们的小朋友现在被我们家整啊，然后他们等一下就这样的原样去找你们，找你。好 ，OK。然后反正不管怎样，你就打给我。结束后他们找你打给我，然后你等一下自己跟他们约，他们去哪里找你随便你，然后你可以到 Seven 啊，是全家随便你，好不好？我是他家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全家，想去当谁好了？不要来！嘘，小心放假。哎，香香，你挂掉，用我的电话讲啦。没有，林静那次是亚太。哦，亚太啊。那次是亚太。林静下当时。哎，那你先帮我们拍照好了。我刚刚拍了好几张。没有，哎，你们全部面对那个这只。然后我要拍一张照，对，头要露出来哦。抬头，很累。快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